创世基金会新竹分院为台东安养院的扩院计划进行募款活动。这次创世新竹分院邀请海波儿童剧团来到新竹进行演出。记者会上，点心家族的甜甜圈姐姐与蛋糕姐姐以活泼的带动唱，邀请更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看剧，也一起做爱心。新竹分院呢，在4月14号的时候会在妮妮生活馆举办儿童的活动，儿童剧的活动。那在11点到12点一场，那2点到3点会有一场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大家能够不管是企业团体啦，或者是各个家庭，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来协助东区的植物人家庭。好，来，那所募集的经费都会协助这个植物人东区的植物人家庭。创世台东分院在103年展开服务，设置37个床位，但目前床位已不敷使用，仍有多位个案等待入住，因此将展开扩院服务，预计再新增35床。那这次海波儿童剧团呢，推出的这个戏剧也是一个有爱的戏剧，找朋友的戏剧，关心的戏剧。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呢，我们都需要拉近彼此的距离。那海波儿童剧团在台湾呢，也是一个独家代理非常多授权卡通的一个单位，所以我们为了这次的爱心活动呢，号召了非常非常多可爱知名的卡通明星一起出席。所以希望爸爸妈妈还有所有有爱心的大新竹的朋友，大朋友跟小朋友，一起来为我们所有台湾，为在台东这么美好的地方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一起努力，加油！希望大家来参加。奶油式的异想世界，黑公主与白王子的点心派对，将在4月14号在新竹妮妮生活馆礼堂演出。当天活动共有2个梯次，分别是上午11点与下午2点。每张票券450元，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、7-Eleven、iPhone、全家便利商店、FamiPort。盈余将全数作为创世台东植物人安养院扩院经费。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。